走了吧。你要将这个贬谪之人带往何处？那不是子弹先生吗？子弹先生，你怎会？碍事者，闪开！狂妄，你怪犯人才是。凭你们吗？事事便知。我要打赢他，我要打赢他，我会不会打赢他就宕机了？靠腰补血了。我们试试看嘛。哎，怎么又帮他补血？完蛋，他只要出手就死了。没了，天意啦，天意。哎，又有了，又有了。怎么办啊？他都帮他补血。哦哟，关键时刻你不给我用，没了，死掉了。GG。可恶，那是什么招式？是啊，从所未见。到底是什么人？用的什么武功？他带着子弹先生，不知为是何目的。语言。这招式你可知晓来历？从未见过这样的招式武学，到底是何人呢？如今我们大概要何处去找呢？如何能救出子弹先生呢？是啊，这来历我们不知如何找起，就算找到了，又如何从其手中救出人呢？大哥，你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也未曾听我有见过这样的招式。这有了，各位兄长，这厢起一人或许可以给我们些许方向和建议。哦，是何许人也？再是乌龙先生，他因人地区河南，事不宜迟，咱们便前往。就请诸位嫂子先回吧。是啊，不如你们先回去等候。那好吧，你们都要小心。放心，怎么走？族长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先生，咱们又要见面了，这回似乎遇上难题了。正是，先生，这还特来请教一些事情，望先生指点迷津。是否和我适才所应之词之作者有关呢？正是，自然先生不知为何人所请，而让人所用的武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施展时一片红光，威力惊人，我等惭愧，无法拦阻他。子山先生注定有此凶险，但能有机会逢凶化吉。至于那武功来历嘛，先生，哎，未来武林恐有浩劫。啊，何时？非在宋，而是在以后的王朝。关于此难天机，我也不便多言。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罢了。是，请先生指点。我只能说少林寺有你们要的答案。少林该找哪位高僧？无名也。是，多谢先生，这下告辞。好，走吧。先拿东西。阿弥陀佛，几位施主面带愁思和疑问，敢是有要事问老僧吗？大师智慧，正是有事请教。请施主到来。
目前我等兄弟在苏州巧遇上子弹先生被擒，我等前去搭救男主，但却败阵，推翻师长之武功前所未见，只见一片红光，威力强盛，令人难以招架。对此招式来历皆未知，便去请教在世卧龙先生，是他指引我们来找大师你的。阿弥陀佛，老真明白了。大师，请大师指点。诺以色见我，以阴神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大师你，身因有事，面从色处，理则顿悟，正悟必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此地静。阿弥陀佛，不可悔，不可战，体诺虚空勿压，勿压暗，不离当初禅正难，密集之君不可见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不可得终此。怎么得？善哉，不可得中子妈的，不可得中子妈的。多谢大师成全。大师，你是否有伤在身？阿弥陀佛，不瞒各位施主，我身上的伤便是和你们所说那位何一人交手后留下的。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善哉，或许是天意。达摩祖师西来中土带来一套掌法，这套掌法威力无穷。祖师曾为此面壁苦思，是否要强制流失中土，最后能决定留下。因为正邪之道有未平衡，若非为制衡那一掌法，或许他就不会留在中土了。哦。你们所说的黑衣人就是西游那条掌法，其威力无以领教。这么说来，为了达摩祖师西来的掌法可敌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敢问两种掌法之名？你们见到那人所施展的，应该是邪佛八法的其中一招，以致祖师西来的掌法原名天竺神掌，但后来祖师将之更名为如来神掌。想不到神掌终究要攻诺世人，终究是要沾染尘埃。阿弥陀佛，大师习的如来神掌吗？祖师留下此掌法，尚未有人习之。为了救人，还请大师慈悲，传授在下神掌。我早已心了今日之因，日后武林之间奈何运转之轮一动也罢。对施主，你集合大家之内功无所拘泥，也唯有你能习此掌。多谢大师慈悲，但施主还必须由我打通特殊诀窍，才能习此神功之神掌之功。但大师之上，正是以我内力养伤，需一两个月方能痊愈，如今救人如救火，试着用技法，这点就需劳烦众施主了。是，大师尽管吩咐。活血炼制丹药，请施主帮老僧找来紫心草八株，海心子六粒。阿弥陀佛，有劳施主了。请大师保重，这才会健康回返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好，收集完材料了。阿弥陀佛，有劳施主了。OK， 给他什么？要给16次？烂东西，烂东西，不能一次给塑料吗？烂死了，哪个天才啊？这哪个天才设计的？
好了，阿弥陀佛，有劳施主费力了，请各位等候老僧。是，大师请。阿弥陀佛，就请雷施主跟我来。是。闭上眼，眼观心，心观灵台。喊。神掌绝学，缘由增多。嫩痕绝学发扬端，观看使用者的心。是，多谢大师。你生长出尘，尚需多多磨练，切不可贸然去挑战，更要做自为找到合适的内功来大练。阿弥陀佛。先生怎么会在此？我想你们可能有些疑问吧。是，我是人海茫茫，不知道前往何处找那黑衣人，所以我先来了。先生真神人也。不敢，只是用一些小伎俩。你们要寻的人应该在东边，去雷谷山试试吧。多谢先生指点。各位可知血佛之名何来？还请先生告知。血佛相传乃如来佛留在凡间的一点杀气所形成的魔，而有人便专以供奉血佛为主。本来怀疑为正乃传闻中之事，想不到竟真有出现念血佛一系武功之人。嗯，相信你们已经有破解之法，此去小心，最好珍惜在实力充实。是，在下明了。好，话已带到。先行一步。你们终于来了，还拖了真久。废话，当然久啊！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练功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早知道我们要来，你在等我们？正是，为了印证一件事，那个秃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你来此不是为了要击败我，就回苏氏吗？你，此人先生啊，要救人就少点废话，快快动手，让我瞧瞧如来神掌的威力。注意了，哎，这个时候队友就要叫出来了，被黑人吐槽。而且我们要把它弄红色再攻击，超猛的！我靠腰嘞，干这种事！天火将士，然后我还 miss， 他还打我8000，然后我还打他还 miss。怎么啦？啊，毒包子哦，小心哦！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他必杀，他去打我的，再来第三次挑，第四次挑战，我跟你单打独斗，回气五的力量，哇，好快，好快！结果还是 miss 啊！哎，好痛哦！
欸，超快，超快！可以，可以，这次可以赢了，可以了啦！干翻你！哦，九十，我靠腰，我又中了啊！我中的话，我就是放毒包子。哎，难道黑人不怕毒包子吗？哎，如果用毒包子打死他，很好笑呢。哎，会不会真的打死他了呢？哎，赢了哦，是不是赢了？哈哈哈哈哈！那我练天魔将士练到五等是差小，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练到五等，为了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唉，血光普照，还是敌不过天佛将士。不过我总算确定他的存在，这个代价就够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快下说，子弹先生。他好好的待在木屋中，我提他是为了以我去找到如来神掌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做？贫僧无所事事，偶来多管闲事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这世上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？这神掌的威力真大，先生，您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供奉邪佛的组织吗？其实我是那组织的人，为了证实达摩西伊莱所带的掌法，便那脱离口近得很，只好出使者，至少博得你们信了，也帮你不少忙。这点就算是你们给我的报酬吧。邪佛组织，那到底？我知道你的地狱，不过放心吧，大宋武林不会有事。不过未来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佛祖啊，我们的佛祖邪佛将来迎接我，等待下回的转世。先生，哎，真不明白。哎，或许这就是大师所说的运转之轮早启动了。走吧，咱们带回子弹先生吧。这位乔峰还是没讲话。金佛玉龙赤血夺，紫龙定辽穿金破，青帝薄魂溃五绝，白鹰降临却神风。命运之轮已启动，如来神掌将带出什么样的武林风波呢？好，结束了。结果乔峰后面都没讲话。啊，辛苦大家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工作人员名单，工作人员名单之后就更加直播啦。那明天大概8点半会开守夜人的直播啦。那喜欢的横向卷轴的游戏可以明天来直播收看。不要这样，你就当做那个小时就是我在跟大家聊聊天，这样 OK 吗？我也觉得我那个小时在干嘛，要不然那个小时我早就休息了。哇塞，东正成人好好啊，有五位。有些游戏超爱有伏笔，然后那个伏笔就真的是伏笔了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林
音乐制作是蔡志展。感谢使用正版软体玩家们，谢谢不枉当初我买你们的游戏。2002年，很超久的18年前的游戏。好啦，我来做个结尾。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《天国八部》这款游戏。那《天国八部》就到这边结束了啊。那下一次会录的游戏是《守夜人》。然后之后是《轩辕剑心》，希望大家会继续收看喽。好，拜拜。